欢迎我们的好友宜市长。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爬起。首场谢票感恩茶会，侯友宜办在新北侯康竞选总部，回想选前夜激情，毕生难忘。既然这场造势场合，维安单位、国安单位下令，民众主出不进，没大哥几百，会造成空前的危险。所以新北市的市民对我的热情。哇，真叫够感动诶！新北市长身份参选总统吞败仗，没守住本命区，谈败选因素，侯友宜独揽下来。败选原因很简单，一定是侯友宜最重要的因素。别人都是在帮我，在鼓励我，在鞭策我。不管他的鞭策、鼓励的方向，你跟他有没有一样？他都是好意的，对选战伙伴、支持者鞭策表达感谢之意，但下面这席话是在讲给谁听？这场战争你打胜了，并不代表你是胜利者哦，你其实有很多问题，只是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，不要忘了，要检讨。感恩茶会不止主帅，总教练也有话要说。我们给侯友宜市长一个最大的掌声，他这一次愿意承担，愿意努力，希望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检讨，作为我们下一代或下一棒，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最重要的依据。从失败汲取教训，国民党拼改革，备战下一局。TVBS 新闻董明浩、李明辉、李宗泽 SNG 小组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